那我家里这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那尊阿弥陀佛是那个南梦香师姐送的，是南梦香师姐有来吗？那尊阿弥陀佛是我买的还是送的？是到店里去请的。啊？是到店里去请的，是不是？他说反正是在店里面。是到店里面去请的。啊，到店里面去请的。他是买的还是送的？我忘掉。那时候是你在那个，我在洛杉矶。你在 LA 啊？哦，那么那一尊阿弥陀佛是很久了。嗯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嗯，那一尊是在。那个算是艺品店吧，是啊，艺品店请了那一尊回来，那一尊在现在在南山雅舍，是很早的一个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，还非常的庄严，它就是在我的法座的这个右手边。我那个法座的右手边，我家里南山雅舍，我的法座的右手边。